这可能是熊孩子监狱系列中最揪心的一集。跪在地上的女囚不是别人，正是熊孩子瑟西的母亲。母女俩因盗窃先后入狱，再次相见时，两人的心中没有半分喜悦，只有无尽的悔恨与痛苦。在进监狱之前，几个熊孩子坏事做尽，却从未想过自己也会有被惩罚的一天。Are those jean shorts? Yeah, but they're jeans. Jeans are not allowed into the prison.Are you serious? 这个蹲监狱还不忘臭美的熊孩子名叫莉安娜，她平时最大的爱好是吸毒、交男朋友以及去商店里零元购物。作为一个13岁的漂亮女孩，莉安娜最中意的商品是各种各样的华丽首饰，这些首饰往往价值不菲，导致她作案至今累积的赃物至少价值上万美元。和大多数熊孩子的剧本不同，莉安娜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她的父亲是一名牧师，但很可惜，祷告与信仰没能将她引向正途。She's lostHer purity to a boy who she hardly even knew. Yes, I was having sex, and my mom found out.家里人发现他的越界行为之后，实在是不知道如何管教，只能寄希望于这次监狱之旅。这个长相远比年龄成熟的17岁少女名叫艾雷。一个月前，她因破坏公务罪被判缓刑，法官给了她最后一次机会，那就是参加监狱之旅改过自新。因为单亲家庭的缘故，艾雷的性格从小就乖张暴力，家里到处都是她破坏出的痕迹，就连相依为命的母亲也时常遭受她的毒打。艾雷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有很清晰的认知，但她从来不觉得这算什么大事儿，即使是蹲监狱坐牢，艾雷也不愿意改变如今的生活方式。And is it funny?有些熊孩子天生缺乏敬畏之心，比如进了监狱还在嘻嘻哈哈的瑟西。从外表上看，你很难想象瑟西才刚12岁。童年时，瑟西的生母因盗窃入狱，成长过程中继母又一直疏于管教，最终导致的结果便是瑟西和生母走上了相同的道路。与瑟西经历相似的还有15岁的佩尔西。This is a school that I got expelled from right here. Made the terrorist threat because I was mad, and I was going to blow and burn up the school and watch everybody die. 瑟西和继母生活在一起，佩尔西则是跟着继父。由于从小就缺乏安全感，佩尔西习惯用暴力与威胁解决问题。上学之后，她成了同学眼中的女混混，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，勉勉强强读到高中后，最终被学校开除。好了，四个熊孩子凑齐，本期的监狱之旅正式启程。熊孩子体验监狱的第一站，狱警将他们带到户外放风去，时间正是午后，操场上还有很多罪犯在活动。他们看见这群体验生活的熊孩子，纷纷围上前来，对其展开嘴炮攻击。正当熊孩子被围起来痛骂时，人群中一个女囚突然跪下，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。原来她就是瑟西正在坐牢的生母。许多年来，两人都无比期待母女重逢的时刻，可万万没想到，这一天竟是如此的光景。接下来，熊孩子被移交给罪犯中的老大，大姐头将他们带到住宿区，给每个人都安排了牢房。这座女子监狱的环境很差，两个人居住的空间甚至不足10平米。和熊孩子们做邻居的竟是些终身囚禁的重刑犯，即便是有人探监，也只能通过传递食物的小窗交流。Coming in this place when I was 16 is really hard for you guys at all. Take advantage of you.小窗里的前辈也曾是个熊孩子，他在16岁时因杀人未遂被捕，法院拖到成年才起诉他，审判后就一直被关到了现在。熊孩子们总是认为自己的小偷小摸不会受到法律制裁，殊不知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已经记录在案，只等着成年在秋后算账。熊孩子们坐牢的这段时间里，女熊们纷纷面对镜头讲述了过往的经历。这名女熊曾是学校的啦啦队长，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，家境富裕，前途光明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参加朋友举办的派对，酒后冲动误杀了一个陌生人。当他回过神来，警方已经将他关进了少管所。只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，无论事后如何忏悔，他都要为犯下的错负责。这个女囚在入狱之前曾是一名资深的盗窃犯，熊孩子们偷的那点东西在她眼里都不算什么，可偷来偷去，她最终还是把自己偷进了监狱。那些不劳而获的金钱没有带来任何好处，只带给她一座无法挣脱的牢笼。克里斯21岁时入狱，在监狱里生下了孩子，如今她的孩子已经4岁，成长过程中从未见过母亲。You guys are sitting here today wasting your life, laughing at us thinking this is all a joke. Reality is it can and it will happen to you. 女囚们的故事一个比一个悲伤，
熊孩子们听完之后，脸上的表情开始凝重，有的甚至流下了眼泪。趁热打铁，女球和熊孩子开始一对一谈话，深度交流之后，几个熊孩子纷纷表示自己愿意改过自新，出狱之后一定会好好做人。至此，为期一天的监狱之旅已经接近尾声，狱警将熊孩子送回家中，并在两个月后进行了回访。从回访的反馈中，我们能够看见四个熊孩子都有了很大进步。佩尔西改掉了暴躁易怒的坏习惯，他开始去健身房锻炼身体，用这种方式发泄多余的精力。瑟西回家之后再不敢违法犯罪偷东西，在监狱里和母亲的相遇给了他太大冲击。如今瑟西只想老老实实过日子，等母亲出狱与他团圆。艾雷的性格依旧很糟糕，回家后与父母摩擦不断，但与此同时他也认清了自己的错误，愿意在之后的日子里慢慢改正。莉安娜重新回到了学校，她意识到了过去的行为有多幼稚，当坏女孩一点都不酷，只会给她的人生带来灾难。如今莉安娜努力学习，用优秀的成绩告诉所有人，他已经完成了蜕变，不再是过去那个浑浑噩噩的自己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儿。世界很大，故事很多，我们明天接着说。